新城乡第三场的部落丰年祭是康乐部落，地点呢是在巴拉米旦部落聚会所举行。乡长何礼台致赠文化礼金，重视阿美族的传统文化，也祈求祖灵可以保佑花莲和气平安。新城乡第三场的部落丰年祭活动，29号是由康乐部落办理，并且在巴拉米旦部落聚会所举行。在头目的带领之下，部落妇女和青年们展演出多首的歌舞。29号这一天，天气可以说是相当的炎热。新城乡长何礼台也呼吁部落族们要多喝水，同时也致赠文化礼金来重视阿美族的传统文化，同时也唤起一年一度的文化记忆。丰年祭是我们最重要的活动。我相信，在头目的领导之下，我们部落的向心力跟凝聚力更会增进。从我们的歌舞里面来表现，我们来保护我们乡亲的一个动作来看，真正的证明我们康乐部落、巴拉米旦部落是一种非常团结的部落。我在这个地方表达乡长的祝贺之意，祝我们的活动顺利圆满成功，大家快快乐乐。乡长何礼台也相当的高兴，祝我们回到自己家乡，和部落们团聚，一起来歌唱，来传承传统歌谣和舞蹈。新城乡公所对文化传承的相关经费可以说是大力的支持，希望文化能够代代相传。记者金弘毅，新城乡报导。